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现在呢，我们全部刚刚起床，大家正在洗漱。洗漱过后呢，我们就要去吃早饭。吃了早饭，我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啊去我们这里啊体验一下这个早松茸。像这位女士穿的这个衣服呢，就待会儿进林子了，她就知道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她这种衣服就只能挂成网网的那种，就穿的野人那种的。对什么都比较好奇。哎呀，那个葡萄真的是很好哎，你看。那根根没打，那个苗子才没打，我这样上一颗啊。要五了，五了才开始。我说我还冷，只上一颗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队伍。吃饭了。哎，阿斌子，那是你们的辣椒啊？没得。哇，那里还有福州，那个今天还能吃到福州啊。大家看啊，我家的李子也熟了。今天呢，我要摘点李子啊，摘到山上去。嗯，摘了好多李子是吧？得几根？我们呀、啊？嗯。风雨龙飞，我歌声化了尘埃。你这个普通话，我也是醉了。我刚刚摘了一两分钟啊，就摘了这么多了，非常的脆。过段时间我们真的苹果也能吃了。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苹果长成啥样子。看，这就是我家的同心苹果，已经长到这么大了。看一下咱们的大部队啊，已经到了啊，准备下手去捡松茸去了。它里面是黄的还是紫的？它开的都是白的，我们这里叫胖婆娘花。然后其实的话它叫狼毒花，这么高的地方。你要给我说它松茸长什么样。朋友们，今天调子啊跟我第一天来找松茸运气非常的棒啊，我们七个人都没找到，就他一个人找到了，还找到而且找到两朵大的，非常大品，好漂亮呀。看，就在这里，看啊，你们看啊，哦，我们这个调子今天运气好，路边都找到这个松茸了，看着呗。哇，调子好漂亮。看红了，看一下，我都不认识这是松茸，我知道这是菌子。八十。走，我们继续找起。来，对，把它盖好。就是挖出来就这么大，排出来就这么大。你们可以闻一下，非常的香。来，这种阿斌跟我说两朵都要100多块钱了，我今天赚了100。看，我们现在要扯点这种绿草，把它保鲜保起来，它就不会变色。像这种保鲜的。别慌别慌，我这个是棒的。你把它放到书包上吗？大家现在又休息又积极性。对，就是看到的不好吃。好，午餐我们也吃了，现在我们继续去林子里面再找一会儿，看能不能找得到。这位小哥还没找到。小哥还没有找到啊。边上的就是我们的小。哎，我也是。现在我们回去了。刚才娘娘在叫我，上来他们捡到很多松茸。这种是长在一起的，特别漂亮。这种要贵一点吗？不贵，都有。这个它差它一样的嘛，都一样的嘛，就是它一起出来。它别差差，它脱掉。就是两个都脱，两个都脱，一起。我还是给你拍了下你这个松茸茸。它落了呀。现在准备回去了，今天的成果就两朵松茸。